1600公里，就只为吃这一顿老嫂子炸串。来了来了，是他吗？是。哎，我也吃好，当然吃饱。来，给你吧，值得你拥有啊。关于物价，东北会出手，不是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。饱的就是油光满面的呢，脑瓜扔油锅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最近每天都刷到老嫂子炸串，可把我馋坏了。于是我马不停蹄的来到这里。东北炸串，来喽！我们都是来吃的。开浪，你们要打码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们都是阳光开朗大男孩。银军色女来了来了，是他吗？是。哇，这车好可爱，终于见到嫂子了。一开门，马上就围满了人。不是一块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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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物价真的存在吗？你好老板。你好美女。一般咱们炸串怎么点呀？20块钱吃好，30块钱吃饱。再来点简单。自己一个人自己20差不多就够你吃的。给你来点脆皮薄片，这都1块钱一个的啊。然后这脆皮蘑菇，还有鸡肉面排，再来个小鸡排。来，仙女棒，值得你拥有啊！谢谢，有事不客气。再来个鸡骨排，好。再来甜辣小鸡排，就5毛钱一个的，160吧。我要给你来这个地瓜片，这好吃啊。再来两个鸡骨刺，这甜的，这好吃。再来两个鸡心，这好吃。这个你应该没吃过，这种东北特色，东北实在。3块、5块、7块，多一点也没事的。5块、10块、11。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9，我再一点点啊。这么多还没有到20吗？你也来个这个吧，就是一共是20、20、20就行。哇，谢谢，当送你了。哇，谢谢，客气。好整齐，而且他这炸串摆的，你们家油好干净啊。老板，你是哪一年的？我00年的。嫂子技术越来越好了，看给我嫂子忙的，累得没有精神头的。我嫂子就是油光满面的呢，就幸福，很幸福。脑瓜扔油锅里了。我买蘸料的鸡柳。都是别人的，太馋人了。哇，谢谢谢谢。这落日也太美了吧。哎呦我操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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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缘分，那个记得给我点赞好吗？关注吗？全部关注了。一路顺风，拜拜拜拜，客气。这是我的吗？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塞，在我没来到东北之前，我肯定不敢相信20块钱能买这么多。如果在你的城市买这么多串，大概要多少钱？哇，先来个这个，这个是多少钱来着？哥，这个多少钱一串来着？5毛钱一个。关于物价，东北会出手。第一口，粉丝先吃。没想到里面肉这么实在，真的好想知道它怎么赚钱啊。上面撒了超多的甜辣酱，而且还有芝麻，吃起来就可香可香。嗯，超级好吃！跨越1600公里，就只为吃这一顿老嫂子炸串，终于吃到了。我们来尝一个东北的特色炸实蛋，还是第一次吃的。我还蛮喜欢吃皮蛋的，所以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嗯。1块钱这么大的三个，这基本上就是1块钱一串。嗯，太这种涂满酱的炸串了，好好吃。唯一的遗憾就是炸串摊这没有卖饮料，他们家开花热狗，这么实在的吗？嗯，这肠有一股烟熏味，跟平时在南方吃到的肠味道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它这有切花刀嘛，所以经过油一炸之后，可脆可酥，可好吃。我真的觉得东北也太适合和家人一起来旅行了，他们菜量超大，一个人其实有点吃不完，又大又便宜，嘎嘎香，老毕了。当当，你们还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？仙女棒。老板说这是给小仙女们吃的，给你们吧。轮到我了。嗯，这种干净的油吃起来的串简直太爽了，很好吃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对对，是那些金子的，我也存个一个。38号。炸茄子，怎么吃出了肉味？你要喝什么？哦，
这是炸蘑菇，难怪就是很鲜很多汁。这个应该是鸡心吧。今天真的是吃到了很多我以前没有吃过的串，有些是东北特色，有些是我平时不爱点的，比如这鸡心，但是居然出奇的还不错，哎，一咬就爆汁的那种。刚刚炸地瓜，这应该很好吃，拼桌的小哥哥们吃了很多个这个，好吃，真的跟我平时吃到的炸串太不一样了，而且他们家的炸串反正都是他们自己做的，好厉害啊。这是什么感觉，长得像肉，居然是鸡翅，我的天哪，我觉得老板应该是偷偷给我放了几串吧。哇，真的好便宜，反正我是吃到了，这也太美了吧。虽然我到达东北才短暂的3-4个小时，但是我感觉很开心，我觉得大家都好好，难怪有那一句话，欢迎来到你的第二故乡东北。俺已经回家了，素丸子。感觉也很严实的一块肉，好沉甸甸。它这居然是实打实的肉，哎。小花吧，小花。南方的炸串里全是面粉，北方的炸串里全是肉，真的什么都有。这应该是骨肉相连吧？老板也太大方了吧！20块钱的串比我在杭州吃160块钱的串还饱，太扎实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要给橘子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。我们下次再见，一定要好正，天天开心。好，再会。老板，我要走了。拜拜。注意安全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啊。好的。拜拜。